阿奶，谢你哦，老大来。哦，三姐，你即马已经咧把家己未来大家讲啊哦，安尼嘛好啦，你甲阿奶感情较好咧，以后爸妈才会当放心甲你嫁予郑开哥哥。对对对，但是阮妈姐哦，甲我这查某孙两个即对吼，我有介意。阿妈，你莫甲小东讲讲，我袂讲话啦。哎，对哦，我险啊未过甲你算数呢。 啊！你无经过我的同意，拄仔甲我小小揽条条，喂，你是咱啥物事？小解释哈。毋是啊，阿姐，歹势啊，我只是情不自禁。哦，情不自禁，听我白烂嘛，来来，咱俩后壁笑讲。爸妈呢？有话好好讲。哎呦，唔敢嘛，好，来，搁看来，今天来抢来抢。天天嘛，我都甲你讲，我有同意啊，你即马是咧创啥啦？我袂通话。 今日多谢你，一家人那就讲多谢了。